在这生命的经历里非常的清楚明白，我虽然在学习这样有一些追求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直注意，在这基督徒的路上，我们要跟着神，在生命里面来往前，我们必须注意这件事。 好像是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过，那为什么就会是生命的事呢？第一，这个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罪，是在于我们接触到神，我们碰到这位公义的神，他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，就在这个光照里面，我们发现我们是有罪。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事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来找，这样的一种你自己去灵修的，乃是真的碰到神，这个神就是光，他就铺路我们的光景，这个铺路里面，在粗浅里面就是罪的方面。那第二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罪的时候。 我们就需要有对付，但是这个对付需要的是神的恩典。如果缺少神的恩典，我们在对付上，我们是不容易的，很多事是不容易。所以借着这个对付，就叫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供应我们，叫我们有力量来把这些罪啊带到神面前。 求神赦免洁净，并且若是在这个罪上跟人有关系，那我们就需要靠着恩典来对付这种情形。那第三呢？若是我们这一个是实在是在生命里面这样的对付，经过我们关照，经过认罪。 经过对付，很自然的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种机会，它就一下就得到更多的地位在我们里面，生命在我们上就有机会更长大，更掌权，更充满了我们。所以这个对付罪啊，正确的对付罪。 它一定是生命的一个经历，在这经历里包括：第一，我们关照；第二，那个恩典的力量，叫我们能够对付；第三，那个对付的结果，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，在我们里面那个地位能够增加。所以这三个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。 若是可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该多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机会，把我们这个人呢，好像没有保留的向主敞开来亲近神，让神来碰我、接触我、来关照我们。这个会叫我们能够发现很多，原来我不觉得是罪。 也不认为是罪的，但是一周我们被神碰到，我们里面就良心就起了作用，发现哎呀，实在是罪。然后第二，我们当我们发现罪很多时候，你知道很不容易的，你对不对啊？如果缺少神的恩典，很难的。 我想，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这个特别在家庭的生活里，这个我的对刘师母有事情啊，亏欠他了，感觉需要向他认罪，就有的时候他在那个厨房在那里搞这个。洗东西的什么？
我就在他背后走过去，就不敢讲，走过去你就走，那还是不敢讲。但走了几遍了以后啊，才有力量下来，对不起，亏欠，向他认错。这个面子很难换下来的。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需要准备这几年，连这个蒙光照也是这样，真是这样。因着我们碰到神了，这个神会就铺露出来，我们跟他够不上的地方。以前我不是也交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件事，因为最早西方啊，他们的福音到了非洲。非洲是西方的人最后到那里面大陆里面，所以他们不但叫非洲是黑暗大陆，但这里面非洲是很大的一个州，里面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知道的。那么后来18世纪开始了，才开始慢慢的有人进去。他最早的还是那些传道的人，传福音的人。最早到非洲有一个很有名叫做 Livingstone 他就到了非洲传福音，就深入到非洲的内部内陆。那去了以后几年了没有消息。他是英国人，那英国就召会的弟兄姊妹就非常关心这个 Livingstone 到非洲去，到底遭遇的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他福音的工作有没有进展呢？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也没有什么邮政还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派了一队探险一样，带着一些人呢，就进到非洲去找他。其中同行的有一个，他是新闻记者，那么很不容易的，后来到内陆找到这个 Livingstone， 了解他在那里福音很有神的祝福，所以等到他们就回到英国，这个新闻记者就是很多的报道来说到这个非洲的情景。这个报道里有一个点很特别。他说我们到了非洲，因为在非洲内陆住的这个非洲人都是黑人嘛，都是黑人。他说我们这个很奇怪的是，就是当我们没有进到非洲内陆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黑人。知道了我们进去，他们看了我们就说哎呦他们是黑人。特别，这个人那么黑的，他不知道我是黑人，因为看的都是黑人，就不知道我是黑人。这个白人进来了，他们发现就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所以我们查到我们是黑人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黑人。于是我碰到神了，把这个光打一照，就发现。我们像以赛亚的，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他又像那个彼得一样，彼得在那打鱼，主耶稣来在那个借他的船，在那传福音讲道。讲完了以后，那个主就叫彼得，你把船呢开到水深地方去打鱼。彼得说：“夫子啊，我。”昨天晚上整夜这个打也没有打到什么，他平常打鱼一定都是晚上的，白天是不容易打到鱼，鱼不到底下去。他说，所以那个话里面的意思就是，我是一个打鱼行家，一个专家，我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，你怎么要我到水深之处，在那里去打鱼呢？但是。他说因为你是夫子啊，我尊敬你，你说了我也不好意思不
不听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开了，这地方就这个下着马鞭打我，这么一打，哇，这个碗里啊，这个整个都是鱼啊，整个都是鱼，根本拉不下来，就叫这个别的厂的同伴来帮忙。拉了以后，这个自己这一个船满了鱼，旁边那个同伴的船也满了鱼，都是鱼啊！啊，这一下，彼得他就说：“哇，这鱼这么多，哇，这个有多少今天可以卖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是这样。”他就跪在主的膝盖膝前了，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他为什么承认他是罪人？他就觉得他自己是罪人，他这是永远不识泰山了，不认识耶稣是，他才发现耶稣是谁，所以他就马上就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。所以我们老师说的就是，我们对自己知道，虽然我们认了这么久，我们也甚至也很有事分，甚至也参加我们这个训练，实际上我们的关照还是很多时候很缺，需要更多的来接近，更多的来碰的。Amen. 那有了主的光，更多的恩典。Amen. 结果就带我们在光中就等，等着他的赦免，等着他的血来洗净我们。我们在生命的交通里面，我们就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轻看别人。所以有弟兄也来问一个这个老练的弟兄说：“我怎么生命怎么能够长进呢？”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讲。他那个弟兄就说：“他说你最后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啊？”如果你都想不起来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很久没有认罪了，那就证明你很久生命没有长进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我没有问题啊，其实问题太多了就变得没有问题。你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问题，是因为你问题太多。不了解是不是，其实我们还需要好好的注意，不要放松这一件事。我们大家都需要，没有一个人例外，都需要。求主施恩。我们有一两位弟兄姊妹待会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的宝血。